凉拌猪血。凉拌猪血，这个是不是有点离谱啊？凉拌的猪血。仙人掌刺身，仙人掌刺身是真的。这什么？猪肉刺身，我真的第一次见。蚂蚁汽锅鸡，里面有蚂蚁啊！哇，好多眼睛，好害怕。昆虫总动员一定是真的。木姜子根是什么？木姜子根。耶！说实话，云南这边吃的确实挺怪的，你也说不准他们到底是有没有这个，你拿不准。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七道菜啊，第一道木姜子根。哦，大师在这儿呢。这是木头啊？啊，对。啊？云南特有的珊瑚礁根。啊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确定。白鹿眼神是你在瞎编吧？我觉得你忽悠我。你昨天晚上这个木头从哪儿捡来的？真的确定？要不要闻一闻？闻闻来。这可以直接啃吗，哥？是一种调料啊？对，是种香料。好像是。我闻，我闻。闻到啥了呀？香啊，木质香，有点大衣柜里樟脑那味儿。啊，这好香啊！这是生香，它是一种香料，尝一个就知道了。对，不就是木头皮吗？我怎么觉得这个木头是智商税呢？它就是木头啊。为什么要吃木头？这木头我吃一个。你少吃一点，一会儿告诉你那个就是柴火棍人。第二道菜是昆虫总动员，里面包含了竹虫、蚕蛹、蜂蛹、水蜻蜓、蚂蚱，采用蒸、炸、凉拌、炒、红油、酸笋、煮五种方式烹调。昆虫总动员应该是真的吧？这个有，我吃过。还有蜈蚣、蚂蚱、蜜蜂、蜂蛹，哦，好好吃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最好是我吃一个，看看这。蜈蚣太好吃了，什么味儿啊？焦了的蛋白质，高蛋白。宋茜好吓人。昆虫总动员。他这还没全来呢，全来比这还多呢，你这是半动员，还有在家没出来的呢。第三道剁椒鱼眼，选取了皖鱼的鱼眼以及周边的肉，肉质鲜美，特别有嚼劲，以剁椒烹饪后麻辣鲜香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鱼眼。假的，搁哪儿来肉？就眼睛和脑袋。鱼眼和鱼眼周边的肉啊，周边的肉，眼周的肌肉，可以尝一尝吗？啊，你这说你自己是甜妹儿，他刚刚跟我说我是大甜妹儿。甜妹儿呢，就是不喜欢那种甜甜的东西。谁是甜妹？你算甜妹？我可不是甜妹，可是我是大甜妹。我真受不了这个东西。你尝尝，你尝尝，没事，你吃吧。吃一个，吃一个。啊，我可以尝一尝吗？可以。你看我是大甜妹吧？赶紧的。孟子义刚才在车上就说我要吃大鱼大肉，来了，大鱼大肉。不错，这挺好吃的。第四道蚂蚁汽锅鸡，真的，在煮好的鸡肉火锅里撒一把蚂蚁。蚂蚁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那鸡是什么呢？鸡没有营养吗？鸡肉火锅可以接受，来了一堆蚂蚁。蚂蚁我好像知道，我觉得这个猪肉刺身有点过分了，攻击到我的底线了。猪肉刺身，它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猪皮和猪肉的口感。我觉得猪肉那个不太像。我尝一口行吗？可以。哇，勇士。为你鼓掌了，姐鼓掌。不是我就试探一下。你都已经说出这句话了，你尝一口，你尝一口。不是我就想试探一下，他如果让我吃，那说明这道菜应该是真的。哎呀，那你把他们想太好了。来，不用对我这么好。来，不用。我们这是生态篇，如果不能吃的东西，它不会上的。这是生态篇还是虐待篇？受不了了，下一道。仙人掌刺身，就是黄瓜，像黄瓜，新鲜采摘的仙人掌，这能吃的？它都拉丝儿了，从我这个角度看。粘的，有没有可能那玩意儿就是一个青瓜条拿过来骗你们的？是仙人掌吗？就是植物的味道，有点像拔丝黄瓜。拔丝黄瓜，这我得尝一口。你尝这个，带刺儿的。我觉得仙人掌怪怪的。没有，仙人掌应该是对的。
最后一道，凉拌猪血，用新鲜的猪血打片，佐以各色调料，口感似果冻，酸辣可口。生的呀？看一下，生的。鲜猪血会不会不是猪血，放了颜料？我尝一口，你来，来，你来。你们是真不怕我死？要不我吃一口？我觉得你吃三块，哥哥。你这样，你先吃一小块那个，完了之后你再吃一小块这个。对比一下这俩哪个假，再啃一口那个根。就咱既然已经出来一个人，就可一人来。能吃吗？可以吃，但是因为它是生冷的，所以肠胃不好的不要吃。还好刚才垫了一碗米粉。那你的胃有东西了，可以尝试一下猪血。你别说，我还真想试试。来来来。哎呀，掉手上了，多来点辣椒。好吃的，好吃的，是什么味儿啊？好吃的，我觉得他可能骗我，好吃正好吃，他可能骗我，没有，好吃的，果冻就是那个辣椒的香味儿，这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那大家可以互相聊一聊，你们觉得哪个是我们研发的？我觉得这个假的应该是在这个猪血和猪刺身这两个。我感觉他一下上来两个猪肉就可能都是真的，如果只有一个就说明有点假。说实话，导演组的刀工艺绝对没这么好，能骗把猪肉骗成这样。对，这肯定是对的，这虫肯定有。这有，云南特别吃虫，云南有名。这蚂蚁气锅也没有。这有，这真的有。这有，这有。节目组可能专门去找这么多蚂蚁，我觉得。什么？这养殖的蚂蚁？哎，我说还他找蚂蚁。我在节目组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别的地儿的。那会不会是鱼头改装成鱼眼，变成他们自创的呢？就没有剁椒鱼眼。按道理来讲，剁椒鱼眼你就应该把眼睛弄出来，就应该全是小眼珠。对啊，越说越残忍了，全是小眼珠。你们真的好可怕。所以他这道菜其实应该叫剁椒小鱼头组合。但是因为他们自创的，所以说就给了一个剁椒鱼眼，就很奇怪的名字。哦，有道理。你们两个怎么这么能够自说自话？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咱们说啊，一个专业的厨师，他会在出锅以后，在这个猪血上撒点葱花。为什么这个是导演组做的，没有香菜上面？哎呀，没有点缀，有点匆忙。我不信。我觉得最好做假的就是这个。说实话，谁吃过仙人掌？谁能确定那就是仙人掌吗？哎，我问一下，不管这个菜有没有，你确定这是仙人掌是吧？不是黄瓜是吧？就食材上不骗人，这就不能再往下说了，你们自己判断。哎呦，你看这里面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哦，是白的，完全不是一个材质。让我发现，你看。哦。哎，这个可以吃吗？我想，我刚试了那个，我想试一下是不是一种。一个是包了皮儿的，一个是没有包皮儿的。咱第一次常住也没有必要这么拼啊。我这能吃吗？我真吃一口啊。你吃。不对，味儿是一样的。是一样的。这样吧，为了验证它是不是笨鸟，我也吃一口。一样的，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啊，怎么会出了两种味蕾？你俩就肯定是笨鸟了，不对，这个不拉丝儿，这拉丝儿，这个一定不拉丝儿，绝对不一样。你吃的那地儿靠后了，它没有丝儿了。你往前吃，前丝儿。对，你看那里面是一样的，味道不一样。拉丝了，拉丝了，拉丝了，拉丝了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口水吧？不是，不是，这拉好长。好长的丝哦！对，拉丝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啊，李晨是笨鸟，承认了，绝对的。晨哥跟真源是笨鸟，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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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你不可能指他，因为他刚才上一局，他拉我去看的答案啊，迷惑你们呢。这把来不及了，上一把已经赢了，咱们不可能。我们俩上一把是赢的，我们五个人，你我，我们几个人绝对是没有身份的。哎呦，你这么不想听他说话吗？我又看到了沙溢在开始浑水摸鱼，沙哥开始带节奏了。你看看他一直在搅和，你俩肯定是一帮的，我告诉你。李晨、张真源，李晨、张真源，老沙、老李、老李、老李、老张。
千万别听鲨鱼的。鱼头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别听他的。不是，因为我刚才尝了这片木头，难以下咽。啊，我吃了两口。而且那道菜木姜子根只是一个调料，那道菜不应该叫木姜子根吧？它最起码是个什么什么菜？这锅是饵块，肯定是这名的，我确定。所以就没有这个菜，它就不成一个菜，这个玩意儿。木姜饵块，我觉得是导演组就是耍了个小心机，把它加在里边。那我觉得是 A， 木姜子根。这不像根呢，根这么粗吗？老树根，跟你一样。我觉得他把最怕我们吃的那根树根给拿走。你觉得他有毒没毒吧？毒肯定没有，有毒白鹿应该已经走了。唯一吃的这木头的是我。接下来就要进行表决了。这一轮拥有投票权的是李晨、郑恺、张真源、范丞丞、蔡文静、白鹿，你们六位。我这明辨事理的没有权利啊。倒数三个数之后就请大家亮结果啊。三，赌一下吧。二，一，请亮牌。那我就选这个呗。C， 你怎么又改 C 了？第一次做出的选择就是 A， 木姜子根。你们的回答是。你来拿。第一次做出的选择就是 A， 木姜子根。你们的回答是错误的。是哪个？木姜子根就是这边当地的特色的调料。啊，好笨啊！请把我刚才的发言删掉，不要让当地人看到。我都说了，他有耳块，我吃过耳块。那我们下一个选什么呢？真的选 G， 真的选 G， 好人想赢选 G。C 吧 ，C 吧，怎么感觉每个人都在带节奏？选 C， 咱们就能挣十个玉米。为什么沙哥一直想让我选 C 啊？我跟你说，那就这个，最简单又最复杂，因为这个最好作假。海哥肯定是铁坏鸟了。我怎么笨鸟了？都吃了这么多遍，甚至都把里面的那个真仙人掌给啃了。我没啃真仙人掌啊。哦，我没吃。海哥。这么多季没有人相信你，来我信你一次，来 FF， 是不是？我只是想信你一次，这次不够，下次再也不信你了。那不也不能赖我呀，这导演组太具迷惑性了。我也选 F， 来吧，试一下，咱就跟凯哥赌一下。等一下，哎，想不想赢？咱真是只想知道真相。倒数快，三。二一，请亮牌。你别选他的，三个 F， 这里面必有一头狼，绝对是狼，坏鸟。那 F 仙人掌刺身就是云南的当地特色 ，No， 所以回答错误。先请裁判把25根黑玉米放到笨鸟的积分区。你给我公布正确答案。不会真是 C 吧？正确答案是什么？你要不要再猜？还要猜一下？我们不想再猜。不要再折磨我们了，我就在预言猪屎。导演组自己研发不是云南特色的答案就是木姜子根，昆虫总动员，剁椒鱼眼。剁椒鱼眼，这是有这种菜吗？谁会只点一只鱼眼吃呢？它是一盘眼睛。哎呦，哎呦，谁会点这样的菜啊？剁椒鱼眼肯定不是。哎呀，哎呀，那我给了正确的引导。你得给剁椒鱼眼找一个充分的理由。你说你吃过，你就说有一种鱼，眼睛特别大，特别肥美。那就说滇池里面的特产的鱼吧，滇鱼。滇鱼。那滇池是禁止捕鱼。这题有点难，我刚才尝了这块木头，难以下咽。我觉得是导演组就是耍了个小心机，把它夹在里边。那我觉得是 A， 木姜子根。我跟你说，那就这个，最简单又最复杂，因为这个最好作假。凯哥，这么多季没有人相信你，来我信你一次，来 FF， 哎，是不是？我也选。导演组自己研发
不是云南特色的，答案就是 C 剁椒鱼眼。真远也一直要选鱼眼，我也一直要选鱼眼，把我前面分析的那一套都剪进去，我的高光都要给我剪进去啊。对嘛，我就说男人单独吃鱼眼没有这么一道菜，是因为这里有吃猪眼的，但是我们相当于换了一下，把猪眼变成了鱼眼。哦，这个是真的。猪肉刺身是大理白族的传统美食，并且是招待贵宾时才会吃的。凉拌猪血是真的？凉拌猪血是云南当地的佤族、傣族、彝族的美食。 A 选项木姜子根也叫珊瑚椒根，是云贵地区的特色香料。对不起，木姜子根，我误会你了，你是好吃的。我们差一点就都赢了25个黄瓜玉米啊，对啊。不听啊，不听老人言，我一直告诉你们是 C。 把我这批一下啊，我这没有这一杠。决定一名导弹鬼暗中破坏传递任务，游戏结束后指认导弹鬼，指认成功努力传递成员得分，指认失败则导弹鬼得分。又有卧底，凯哥是要在这个顶上走吗？不用走，就是三个人站定，然后杯子从一边往另外一边传。那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？这个东西意义是它本身就不好站。要站在上面吗？是。站在上面走啊。不用走，传递传递。特别简单。我们三队的女生，你们先 PK 一把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那我们去抽。来。就你抽吧，抽吧。我好像看到了，是不是细细小小的一条？怎么回事？你要装没看到啊？你看到了，你别说呀。我老实啊。三个人抽签还能穿帮？重新来，重新来，重来。你怎么还看人家呀？我的眼睛在你身上目不转睛。要给镜头展示啊！我这是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。还是会计啊？他绝对不是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刚要把这种装傻的人设装到底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刚刚1.7米的傻白甜。因为我刚刚那个上面有东西，我以为就是正常咱们都会写点东西。你再回去，再重新来吧。计时3分钟，来吧。行吗？站得住吗？我上不去一点儿，上不去一点儿。孟子义，你有平衡感这个东西吗？我有，我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好，嗯。3, 2, 1。哎，我们先保持一下平衡，5秒钟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这。你刚说完。对不起。一二，好，上去保持平衡啊，大家不要动。心里想的和你做的两件事。我感觉你们三个都有运气。有可能抽到三个导弹鬼吗？好，我们1、2、3，好，平衡了，好，听到我传了，传，快录，不行，要复位，复位吧，来了。你这个有点明显了，孟子义。这我也没用过。马大有点明显了啊！你们自己也可以调换顺序。要不我来？我可以的。嗯、来。等一下，哎，什么意思？白露。白露。别露
是捣蛋鬼。你是捣蛋鬼。你已经被认出来了，捣蛋鬼。我一点力气都没使，我这真的很冤。我第一个行吗？这样，我上最后一个。你上最后一个，来他第一个，快点吧。捣蛋鬼，你是捣蛋鬼，你是捣蛋鬼，你是捣蛋鬼，我只是你是捣蛋鬼，我只是服一下，我真的是服了，你是捣蛋鬼，最后十秒，谁？是谁？是我后面那个，什么意思？来，好。你是捣蛋鬼，他是捣蛋鬼，你是捣蛋鬼。接下来就请三位女生进行指认，三、二、一，是吗？真的是吗？是男，谁爱当谁当。但是我发誓，那把我拿得最稳，是我在中间。你前面暴露了。我没有，我一直很认真在玩，这真的很难，你们自己试试。根本没有在捣蛋。我也觉得白鹿没有在捣蛋。那谁在捣蛋？我一直以为你，我一直以为你是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的很难。接下来，请第二轮出战的成员抽签。老牛上，你们快，我上吧。我去吗？走。我不想当捣蛋鬼啊！我来试试这有多难。来吧，上一二三，走。我先说啊，我平衡能力特别差。三分钟计时。我不想当捣蛋鬼啊！我来试试这有多难。来吧，上一二三，走。我先说啊，我平衡能力特别差。三分钟计时。这么身高，什么？不是，我还没到我手上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你是捣蛋鬼。不是我。就是。哦，他其实是站在外面。知道谁了吗？这声音有点明显了，其实。你是捣蛋鬼，你来，你第一个。好。他轻啊，他很应该平衡。就是晨哥。还有最后一分钟。有了。你这我没有。深深，你一直在跑男，是以平衡最好而见长。晨哥，你是捣蛋鬼。晨哥，我怎么感觉是他在动呢？你在这，我先第一个。不是，他在动那个下面那个。我没有。有。啊。
你传递完了之后，你破坏你。我真的没有动，真没动。哎呀！咱就是说，能不能成功一次？咱这么。来，我们一起传过去，周深哥。别动，你说吧。晨哥。锤哥，成了！锤哥，成了！传递成功，那锤哥肯定不是。所以两位没有身份的成员获得一分，捣蛋鬼不能得分。你是捣蛋鬼，怎么样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看到他在动，他在脚在动，对。你知道后来深深为什么没导弹成功吗？因为他的体重没晃动。这么难？你发现了我的。第二局，我不要吃这个，我要吃中间这个。我说周深吗？这次呢？这次还没上呢，我上哪儿去了？三分钟计时。等一下，我们要站稳。等一下，轩哥，我在站，一开始就怀疑我吗？我手动都没动，我手动都没动啊！你来第一个，可以。不能两次都是你吧？我真不是。你看他很会修身平衡，很好。哎，晨哥，这次绝对是晨哥，真不是我。捣蛋鬼呢？还是周深？不是我。轩哥，你当第二个。可以，我当哪个都可以。你都在。不是，你到底是谁在抖？你是一直在抖的，晨哥一直在抖。最后30秒，来吧。好拙劣的演技，怎么样？我说两次都是你，好烦。两次都是他，好烦。我动都动不了一个东西，他们两个人最近好稳。靠你了，哥。我们感觉好像在苦中作乐的感觉。漏了，这怎么也漏了？来人呐，快拿嘴接着！海哥加油！哎，你抓着我，我咋唱啊，哥？不是，我操，这不扯的吗？这傻哥，这不扯的吗？你是捣蛋鬼！第三组挑战，三分钟计时。你别老拉我呀，别动啊。不是不稳呢，这他们仨估计连杯子都拿不上。沙爹是一个人可以撼动俩。他不是，我不是捣蛋，我不是捣蛋，这不是老沙平衡感确实有点差。他拉着我了，行了吧？好。你都用粘花纸。别动！别！
别踩我裤子。准备，不动。完了，凯哥，要被拉。凯哥的姿势。你们定住了吗？有车队在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传过去。我觉得你们换个位置吧。对，不要沙哥在中间了。他在哪儿都一样啊。还有最后一分钟，让沙哥第一个去。你别老拉我哥，祸害俩。老得抓一个人，你抓一个人，你怎么拿杯子？我先稳住了，我先稳住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帮你把杯子端过来，行不行？不，我先站稳了，我先站稳。你这样能站稳吗？凯哥，你在冲浪吗？凯哥在冲浪。你有点明显了啊！你们这杯子能从第一个人手里传过去一次吗？哎，可以可以。演了啊，演了！来来来来来，看表演细节了，看表演细节。老戏骨，老戏骨。这个身体的发抖，这是从腰这开始的。哎，你看，来来来来来，演了啊，演了。看表演细节啊，看表演细节。老戏骨，老戏骨，老戏骨，老戏骨。不得不说。你演的已经很细节了。好，指认捣蛋鬼。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？相信我，来，沙哥，沙哥获得最佳表演奖。相信我，不是我。好，请沙哥公布你的身份。什么玩意儿？是不是？恭喜凯哥和晨晨获得一分，我们来抽第二把。沙哥是不是难当捣蛋鬼？不是，但确实我也这么。这把不是你，那个捣蛋鬼可能就太明显了。是，这三个人各有各的颜色。来吧，我想看看你这一次的表现。第二局计时开始。熊猫啊！这次不懂了啊！这不扯着吗？这不，我先站稳了，我先站稳。不是，老沙平衡感确实有点差，完全不一样啊！好稳呀，沙一哥，你怎么这么稳？时间不要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后面不要了，时间不要了。他给我就那个直接指认，直接指认，省点时间。他给我的时候，飞远了。我下午。那请晨晨公布你的身份。我没玩儿。这是你。沙哥像棵松树。扎里像是有两个根一样扎在了泥土当中。刚才的游戏大家也累了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东阳光仙虫草礼盒，有了它就可以随心滋养，不管是泡水喝还是直接吃都很方便，温和滋养帮助你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，请大家品尝一下虫草吧。给我吃一个吧。这礼物深得我心，东阳光仙虫草有品质有营养，好虫草就要先着吃，一起开启养生模式吧。接下来就到了临摹奇特生物的环节，宝峰湿地是昆虫的天。许下我的千里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。那个首先我前面那个你们 O 不 OK 吗？OK。
为了体面的和你再见一面，我戴上假发便涂上发际线，紧张的心跳快要打三字眼，又不想让你去发现。没毛病，挺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OK， 那直接跳过那个到那个无语。第二个，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开始填吧。可以。就算我尴尬成了一个猪八戒，我也没忘要穿上你增高，穿上也没忘记要穿上增高鞋垫。就算破罐子破摔，我也不变。不好吧，穿上穿上。像猪八戒，你总说我是那可爱猪八戒，这还可以吧？还记得那年运动会上的肩并肩，这样是可以了。你刚写的什么来着？就算我尴尬成了猪八戒。你总笑我像个猪八戒。比较可爱一点。你总。你总说我是你的小猪八戒。好腻啊。有一天一定会实现。那还有很多次。不是有啊，后面还有好多啊，这首歌还没填完。哎，感情也好。你总想我是那可爱猪八戒。你不想你。就这个。这个叫什么？排铃。好治愈啊，感觉就是那种我们那个可爱的笑。我们的猪八戒是这样的，哎，深深，哎呦，腿是这样，你是正面看的，不是这样。你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，不要解释这个猪八戒了。可爱的像猪八戒，为了靠你更紧握，我穿增高鞋垫。哦，哎，感觉还不错。还记得那年运动会上的肩并肩，这样是可以了。还记得那年运动会上与你初见，与你初见这么文艺吗？哦，与你初见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就是手里的棒棒糖也变甜。好，不管如何说，我也不会改变。我们的快乐像童年。大眼瞪小眼，都是在大眼瞪小眼。可以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们这边填词太厉害了。怎么居然把它填得这么顺？真的顺，牛啊！副歌前半部分都是你自己填的。我放一下那个音乐啊。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展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的。这怎么唱？我们为什么要给自己选一首这么难的歌？因为开心。字不多呀，我们可以看提示器。看着提示器都未必。有你们俩作词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填词很厉害的，不要笑场。前到湖的前到湖的正开始着飞鱼过冬，路飞拿着铁棍山腰在跳古董，去挖古董。热锅上的蚂蚁藏着地心引力，黑皮梦游像是狗不丁，黑皮涂着防晒霜在心思心上。 baby 读书人，咱就一遍就都给他整完了。哦，狗骨丁的，哦，热锅蚂蚁，哦，地心引力，梦游。老师已经对我们无语了，这群学生太难教了。交给你了。今天龙飞来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今天龙飞来干啥的呀？他自己不知道咋回事。这改过的，然后我写了八个。OK， 我看看。海哥、沙哥，我写完了，给你们发一下。好的。啊，我重新写了一版。好。早写晚写都得写。你看这唱，你唱顺吗？
哦 ，OK， 可以，好的。这两个感觉，谢谢。我看哪个？啊，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人名都要揉在这个歌里，好不好？好。我重新写了一版，词儿都好了，来吧。我放一下那个音乐啊。哇哦，这也太好了吧！特别好，来，咱们跟他唱，定稿了。等一下，那最后那几个词儿呢？好。我们还唱个垃圾分类。我看这垃圾分类导演组又给弄过来了，得给他们吧，这得用上了，给他们吧。差不多了，就差一个垃圾分类。只有原材料啊，自己分辨。你那个垃圾分类挺好的，嗯，垃圾分类。人生不会提前帮你做垃圾分类，遇见什么自己分辨，然后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。哦，我们怎么突然这么有声音啊？好可怕！哇，哎，我们这个写的真的很好，非常好。这个逻辑是不是还有价值？人生不会为你做垃圾分类，要自己眼睛看清楚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拉拉队其实也有了。北京电影节那天你唱的那个，不是中间就有一段那什么吗？稍微能不能用上一点点？啊，可以，我们这样。啦啦啦啦啦，对，啦啦啦啦啦，对。你现在研究什么呀，白慕言？怎么还有这种三句半的感觉呢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对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对，啦啦啦啦，对，啦啦啦啦，对，啦啦啦啦啦，对。拉晚了，还是他早了？拉晚了，他对的，他对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对，你看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对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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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，啦啦啦啦，对，慢了。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啦啦队上花这么多时间。我先去一趟隔壁。是啥？什么新来的？勾股定理，热锅上的蚂蚁，地心引力，木牛。哎呀，就加四个词吗？热锅上的蚂蚁，不怕勾股定理啊，来嘛。勾股上的蚂蚁都怕勾股定理吗？蚂蚁怎么怕勾股定理？就这意思比喻嘛，都怕学。勾股定理好难用啊！送你们一个勾股定理，什么？好难用！给你们一个数学题。热锅上的蚂蚁背着热锅股定理，把我逼得像个热锅蚂蚁。太难了。勾股定理好难用，给你们一个数学题。跑男团的兄弟都怕勾股定理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前面很押韵。好，一季已经结束了，来加油。我只有在梦游的时候能有你。我只能在梦游的时候。不，我只有梦游的时候有超能力。可以啊。好。谢谢你把你带到这里，对你的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哎，对你的爱就像，就很着急。老师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老师，你能不能弹的跟我们那原版的那伴奏差不多？要快一点。他原版速度多少啊，老师？
多少速度啊？它原版140、146啊？我们就按146。歌词就很快的那种，让人听不懂。什么叫146？一二三，走。1 2 1 2 3 go。保暖团的兄弟都把狗固定你，我只能在梦游时候有超能力，地心引力把你带到这里，对你的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完美，你相当完美。哎呀，回来了。哎呀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。好，沙宝，这不是沙宝吗？这不是个公务员吗？应该要点他。哒哒哒哒哒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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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什么？听说你们要找一位有经验的摊主，我就是啊。沙县小吃节作为全市乃至全省最有特色的节庆品牌，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呢。你们这培养的真的不错，就是这些，这小感觉。但是现在我正忙得不可开交，刚好需要几位帮手，如果你们能帮我照看一下摊位的话，我就给你们一些经验。好，请接收你们的任务吧。副本任务3，照看摊位。三组队伍轮流照看摊位，保证摊位中的公仔不被其他队伍拿走。每轮游戏中，守护摊位的队伍一人担任摊主，两人担任跑堂，其他队伍成员则需带上铃铛躲藏在场地内。游戏开始后，跑堂取回玩偶放到摊位上，大声喊出口号：沙县小吃出摊了，即可开始寻找躲藏的成员。躲藏的成员则需要找准时机拿到摊位上的公仔，获得5分，或者坚持躲藏至倒计时结束，获得3分。三个队伍轮流守护摊位，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分发经验值。啊，来回抢啊！哇，感觉是个体力活。这游戏听起来就很累啊！哎，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富含茶多酚的康师傅绿茶，运动的时候来一瓶啊，真的是可以活力满分的。来，给你一瓶，一起尝尝吧，耶！嗯，还挺好喝的。对，这可是真茶萃取，非常的清新健康。这个包装也很好看呀。嗯，是啊，焕新上市的，这个颜值是满分，可以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有活力满满。走吧，走。谁先来？分第一的先来吧。可以可以。先来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我们绑铃铛。照看摊位第一局，本队先当摊主，蓝队和黄队先躲藏。临时摊主是刘先宁，跑堂是凯哥和白露。请本队的两位出发吧。哒哒哒，留点体力吧。在哪里？前面，没事儿，咱慢悠悠的。他们躲了吗？然后啥意思？我们藏藏开始藏猫嘛，捉迷藏，知道吗？你们走着藏。看不到我，我裙子这么难穿，这儿能算了，大家都想到这儿了。这也太远了，拿几个？这个都拿走、啊、真的假的？这样好吗？好累啊，太远了，跑了个中长跑，你知道吗？我去，好累啊，太远了，真的。
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这绝对是一种战术。然后你们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服务员。你别把这只鸡把它打掉了啊！啊，沙县小吃出摊了。我已经看到一个了。嗨嗨嗨！也太快了吧！请你去休息。腿太明显了，哎呀，真累啊！快点找啊，时间了。藏到最后就算赢了。我发现了，我不能让他。老沙快，老沙快，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。沙宝，你就在沙宝里面待着。其实就应该一个人在这儿防着。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藏那儿了。这也行啊！哎呦，我的脖子，还好那盒子够深。优秀，沙宝，你在哪儿啊？我都不知道。这布有点厚啊，这里头。沙哥，我的沙哥可以出来了。我不会以后自己出不来了。哎妈呀，闷死了！我大脑都缺氧了，这里。肯定啊。哎。黄队 ，Baby 和大勋被找到了，武艺藏到了最后，所以黄队这一轮和蓝队纯哥拿到了娃娃，一彤拿到了娃娃，沙哥藏到了最后，这么牛吗？所以蓝队这一轮获得13分。我就听八号叫我。第二轮蓝队来找人，我们还藏着吧？再藏。地儿了，得换地儿了，要不就不，他们那个抓到你，你就不行了。还没俩人呢，来回在这抓，那他抓不到我呢？如果他跑得没我快呢？那是、啊，那可以、啊，那你就厉害。但你得在一个位置，又能看着他，然后你又能跑。对，蓝队临时摊主是沙溢，跑堂是陈哥和一彤，请出发。哇，这是藏、我跟你说，
算藏在我们身后的 VJ 堆里，拿个东西把自己盖住。你们坐呀，坐呀。对对对对。藏不住了，没有地儿了。没地儿啊。没有地儿了。我打算主要是去抢，我的战术就先去抢。有那个草的衣服就好了，隐形。我的妈呀，这咋藏啊？我有，你别拍我，我有。我不拍，不拍。我看到有，我有，他们还在走。你看还在走，魏大勋，我看见他了。到那儿了。没有地儿了。我先拿这边。对，给你，你拿着这个就好，你就站在这边上。你还没喊山野小吃出摊呢？喊啊！啊，他喊了吗？喊了吗？喊了。可以了。山野小吃出摊啦！出摊啦！出摊啦！谁呀？算了，喊完了已经开始了。都开始，这奶都得分了。哦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挺厉害。郑凯是不是躲这儿了？好啊！这躲的这样，我没了。哦，肯定没了。这是不是太明显了？哎，我想来抢来着。哎，晨儿哥呢？那边有一个，那小黄人后面有一个，小黄人的正后方。出来了！啊！我被你们看，我刚刚就看到了。啊！最后一分钟，还有谁 ？Baby 和谁？白鹿。别骗我啊！车里，来出来，来出来。来路啊，找到了。哎呀，我们队覆没了，就剩 baby 了。还有一个 baby 是吧？最后30秒。还有哪儿能躲呀？有吗？没有。
你自己人，自己人。躲哪了？在那儿。我的天哪！躲的也太好了吧！哎呦，是谁让我在这个黄色的车里？你们不带这样的啊！记得守护我啊！你就你看，全往这边藏了一会儿。我可以把那个地方移动一下吗？他现在就藏去，我给他移到那边来。那儿都躲过了。等一下，他们还没出发呢。我们还没出发呢。太着急了吧，这也。太着急了。啥意思啊？我就藏那儿。明着玩的就是。开始。防队守护摊位，我来守护沙县小吃。出发。啊。好炸！我那个有草吗？是不是带铃子了？那你俩把铃子摘了。我没带。我带。来，我看看我这小娃娃在哪呢？快！来，都在你怀里。哎呦妈呀！来，沙县小吃出摊了。来，你守这儿啊。好，我守这儿。来，抓一个。感觉我发型都被你打烂了，魏大勋。什么？什么？没事。五一，你在守护我吗？五一，我在。不敢跑远了。五一太多了，baby姐好能找。
这也能抓到？哎，我已经被蚊虫给叮得满身都是。最后一分钟，好能躲，还有几个？俩。山哥、晨哥，凯哥被找到了。吴一，这谁啊？吴一，吴一啊！吴一啊！有人过来了啊，他藏哪儿的？他穿那件衣服。你这还有谁啊？还有沙哥。还有沙哥。沙哥我觉得我就不用防守了，因为他不可能来偷。别出来了，老沙你就藏在那个车里。沙宝你就藏在车里不要动了。吴毅，你有在守护我吗？我在。他能藏哪儿啊？沙哥能藏地方不多呀。倒计时，在哪儿啊？谁呀、啊？你们真的想我？我才看到。五、四，在那儿呢。你衣服我能理解，裤子是从谁身上扒下来的？好迅速啊，三哥！哇，太厉害了！这穿衣服，我穿这身啊，我往那一侧头，这咋有一个袋子？哎，你把这白大褂给我行吗？帽子给我，口罩。咱仨站一起。捉迷藏变大家来找茬了。你们不仔细看看，这儿有一个穿，被扒成这样的，不仔细看。太狠了！你们觉得现在这人很突兀吗？这什么导致的他是这样？是你。哎呦，真的好好笑！被扒的就剩裤衩了，真的没想到你扒人裤子。我真没想到他里头还穿了裤衩。幸亏他穿了个裤衩。